广州小吃有哪些？俗话说食在广州，广州小吃名不虚传，各种小吃不胜枚举。那么广州有哪些小吃呢？一、肠粉。肠粉是广州名小吃之首，因形状像猪肠子，被乾隆皇帝赐名为肠粉。肠粉分甜咸两种。二、叉烧。叉烧是广州小吃之一，其肉质软嫩多汁，色泽鲜明，口味内咸外甜，焦香有蜜味，可以用于做叉烧饭、叉烧包。三、艇仔粥。艇仔粥也是广州的小吃，因其口感绵滑，味道鲜美而发扬光大，现成为广州十大名小吃之一。四、虾饺。虾饺是广州早茶蒸笼食品中较为出名的一个。虾饺色泽洁白晶莹，小巧美观，口感柔韧，鲜美可口，深受人们喜爱。另外，广州还有炒河粉、姜撞奶、和香糯米鸡、马蹄糕、叉烧包、云吞面等很受欢迎的特色小吃。